好，今天我们为大家稍微说明一下，到底一般家里面的电灯回路是怎么运作的哈。首先，我们会看到一般家里面的电灯，如果我们以这种两切的开关为例哈，那左边的话，正常来讲，你们一般都是这样，左边打开它亮起来啊，然后右边开是一个回路啊，所以我们用两个电灯来模拟两个回路。那正常来说呢，我们会知道这个开关的进线呢。底下会有一个火线，也就是我们称为 L 像哈。那怎么知道它是 L 像呢？有没有？我们用验电笔会叫的就是火线哈，也就是 L 像。好，那上面呢接到第一个开关回路呢，我们称它为 L1；第二个回路呢，我们称它为 L2。好，那所以正常的情况下，我们打开电灯的时候亮起，关掉的时候就没电了。好，那天花板上面呢，我们称为 N 像。哦，它就是这样串接，事实上它是可以一直一路串接过去的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开箱的项目呢，就是最近很火红的，在台湾一家厂商叫奥创智慧所推出了这个所谓的智能开关，又可以结合我们这个传统的开关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。那今天，并不是要开箱，主要是里面的内容，而是要介绍大家怎么把它装上去。好，那打开来之后呢，它有个说明书，好，然后呢，它可以支援 Google，也可以支援台湾大哥大智慧家庭生态系。那说明书的背后呢，还有一个 QR code。那产品的本身呢，好，我们这里有写到它是支援110到240通吃，好，然后50或60赫兹的也吃。然后呢，最大的负载呢，每一个回路，因为它这可以支援两个回路，每一个回路呢可以支援到8安培，那以一般家庭来说呢，非常够用哈。然后呢，也通过了 NCC 的认证，OK，所以安全上是 OK 的。我们先把这个丢到旁边去。好，那这里也有一个它的 QR code，那怎么使用呢？我们再另外去看它的操作说明哈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是介绍大家怎么把这个东西改装到我们家里面去。OK，好，那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的运作是这样子的哦。那这个东西呢，事实上就是用来取代我们的开关的。好，可是呢，我们又想要让它跟我们的开关可以一起动，那怎么接才好呢？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上面呢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 N in，一个叫 L in，然后又有一个 L in。好，OK，这样清楚了。N in、L in。L in，然后 L out two、L out one，那 S two、S one，它是这样子看的哦。L out one 跟 S one 是一组的，L out two 跟 S two 是一组的哈，所以它可以支援两组。好，那怎么接呢？以下就是我们示范给大家看。OK，首先第一步骤关电，我也是怕电的。OK，好，那再确认一下。OK，真的没电。好，那怎么接呢？我们今天就来示范一下哈。首先呢，最简单的接法，来，我们这个机器是要吃电的，那怎么样有电呢？好，当然我们就必须把电呢，从 N 向的地方呢，把它接一个过来。它本来就在天花板上面，所以串接的时候就这样，我们就串接一个过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把它转开来，然后接上去，好，再把它转紧。OK，好，那它也需要用到这个 L 的电。那 L 的电呢，开关不就有一个吗？好，我们就把开关的这个给偷了吧。OK，好，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哈，千万不要接错。依照厂商的说法，这个地方切错的话，很容易造成它的 L1 和它的 S1 跟 S2 里面的电容烧毁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把 N 项呢，直接哎 L 项啊，就是本来的 L 项进开关的这一条，我们把它呢接到这个位置来，把它截断的意思。OK，把它锁紧。OK，锁紧之后呢，好，我示范它就没有锁太紧了。那我不是把它给截断了吗？怎么办呢？它旁边不是还有个 L1，一个 L in 吗？第三格，好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把它还回去，就把它转起来。OK，我再把它转紧一点。OK，好，那再来，
大家最复杂的地方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个第一条线 L2 的地方要去哪了？它本来是接到开关的，还记得吗？本来是接到灯的，从 L1 出来到电灯开关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依照本来意思，应该是把它截断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就会变成两条，对不对？一条到灯的，一条到开关的。好，那开关的第一个回路呢，我们就把开关的呢，因为 switch 嘛，所以我们就把开关的接上这个 S1 的位，这个 S1 的位置。好，一样呢，把它锁紧。OK，好。那灯的呢，想当然的就是 L1 out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 L1 就接 L1 out。我把它打开来。电线塞进去，再把它锁紧，确认一下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换到第二个回路了哈。所以 L2 跟 L2 怎么接呢？一样的哈，L2 就接到 L 灯的 L2 就接到第二个回路的位置。把它接上去，一样的，把它锁紧，好，然后呢，一样的哈，所以呢，开关的位置呢，第二个回路的开关，我们就把它接到第二个回路的位置来，一样把它转开，好，再把它锁紧，好，这样子就没问题了，真的没问题了吗？那是让我们再检查一次哈，L 进来，好，那因为我截断了开关的 L，所以我从第三个 L 分一个回来本来的开关，好，那我的 L1 out 黑色这一条，好，啊不对，第一条是这个蓝色这一条哈，所以我的 L1 out 是到 S2 到 S1，sorry，好，然后黑色的。第二个回路的黑色就到了第二个回路开关，好，那第一颗灯这一条就接到了 L1，第二颗灯就接到了 L2。OK，那现在检查没有问题了哈。OK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开电。好，那开电之后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运作呢？一样的，验验看，哦，有电了，那试试看开关会不会动。OK。哦，都会动了。好的，那这样我们就设定完成了哈。